现在测到的温度还是82度，我们设定的温度是85度，所以现在继电器还是有显示它电锅正在加热。那我们就等到电锅的蜡加热到设定的温度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色蜡。我们罩子，这是亚克力材料，然后这是冷气铜管。我们等到那个蜡液加热到温度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罩子把它放上去。然后就是我们细胶膜还有甲具，我们射嘴对准放上以后，我们的这个真空罩是我们自己 3D 列印的，然后我们就合上真空罩，然后开始抽真空。然后我们再关闭抽气机，然后等它冷却以后就可以把模型取出来了。等到色蜡完毕后，我们就可以先把模具取起来，然后放在一旁等它冷却。等到蜡应该都冷却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拆开。然后小心的把蜡取出来。这就是成品。